我们都会得 COVID-19， 对吧？对，就算你再有权力，是美国总统，你还是会得 COVID-19。各位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，COVID-19 是什么 ？COVID-19 是肺炎界的伯恩。哎，真的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出头啊。你有听过 COVID-18 吗？你有听过 COVID-17 吗 ？16， COVID-1 没有吧？就 COVID-1 到 COVID-18， 他们在做什么吗？他们在讲 open mind。跟开小型200人都坐不满的小专场，期盼可以感染更多人。